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番薯看福起来是阿明哥刘浩明。今日福起来的邀请到的来宾是我们福起来的创客，我们的郑先生郑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郑教授呢，今年有74岁吼，但是呢，莫看伊年纪很大哦，但是吼，伊每年嘛，过努力提读书，同时的研究资料，同时对亚沙奇呢，嘛做各种研究，同时嘛会去传承，还有推广我们绿队客家文化。在2021年的时间，郑先生先生以及他参与的我们女仆雄姿，同时嘛又出版了我们女仆天涯旅行的两本书。但是同样咯，我们2021年的时间，伊嘛又出了一点我们的行托乐队客家传统建筑，还有我们的轮椅金丝。今日我们邀请到我们教授来到我们现场，都同我们分享讲，伊当初怎么我想到做一两本书，同时也做两本书时间，以及个有乜个感想，我们马上分享我们的现场先生，现场教授来到现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朋友大家好。那今日的节目地方啊，都一唱啊，等于教授同我们等于讲一两本书当初弄个伊的下书位的想法啦，吼，同时在地方你这个有乜个东西，同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其实我睇1999年过去睇个条白讲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出一本书《台湾客家文化研究》啦，喺我对开始对台湾客家文化开始想要沉溺。啊，当然之前也出一本书讲万万莫要莫便宜，结果简单，结果如果做出的，啊，感觉到一点，我等讲学术的东西，一点咧对，金字塔样啊，对个块慢慢转下去啊，客家文化请博大精深嘛，可以好好去学习的，请到对历史语言、个民俗、个也个艺术。哦，也个客家的意识各个题目都可以做个研究嘛。真系见感觉到个建筑嗬，喺我哋眼就看得到嘅。啊，你看到个建筑都好像一啲一本历史书一样嘅，所以建筑佢唔会讲话嘅历史啊。我哋一来学习一个客家文化，对一个建筑来看嗬，系相当好一件事情。上路开始对一部分哈、来做一点比较切感，因为个沉溺的一点研究啦。因为头先我哋咧教授有讲到讲建筑系一点唔会讲话历史嘛，因为建筑都既是当时哈，伊、可能有抢到最好的工匠哈，无论工匠底部留下来的技术，都停顿啊，啲建筑全部留下来。可是讲我哋而家看到嗰度硅谷200-300年的建筑底部，都可以看到到几时只流行乜嘅？这时间的工匠的技术都在这时间很用的风格都可以提留下来的那种建筑题目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今天先把我的问题问到最简单的部分，我用我的分别好了，我们说闽南和我们的客家的建筑的特色。哦，因为我们客家人都比较过权强，不会按法律兵帮啊，所以好多人做的不管猫，无对一点咧。啊，我听讲，即个系啲木匠嘅度做嘅都比较过华丽啦，过匠啊，过孬啊。我哋客家人做嘅过朴实啦。譬如讲，好多人嘅猫吼，一个翘嘅燕尾翘嘅穿过，我哋客家人唔会。譬如我讲，我哋屏东内部嘅田口强，一个屋脊啊，过平。你看有个燕尾无安修啊，啊伊挖个个地方个土吼，个全腔，个实在，个色彩啦。其实我一出燕尾吼，假设我听讲，改旧以前的文化背景来讲，北方的文学系《诗经》嘛，南方的系《楚辞》嘛。你《诗经》从《楚辞》就有怪他要差别的，啊我听改从北方的《诗经》个。写实啊，个色彩个写实。啊，南方的楚辞一个想象的改多呢，所以好多年的个建筑吼，地板个想象改多，伊加个东西色彩各方面都个加个多啦。其实同黑我同我的民族个性还是有关系，还是讲本来都黑人都本来都讲，其实也个无钱咯。
就是你讲的清楚了，通过的文化的价值的观念嘛。你看外头的客家文化，一般来都改全腔，也个客家人做嘅物嘅吼都过简单，但是简单地不有也个清色彩嘅文化嘅观念嘅地步，哦，安尼一种文化嘅价值。所以你讲客家人讲嘅语言来讲，有咩腔样啊？语言咩个色彩？譬如讲来讲，外头讲嘅莲雾，外头你不要客家人改简单嘅，一种莲雾外头都讲。水果嗰种酸头嘛，就是酸果嘛。嗯、但是嗰度地方人咪讲莲雾啊，佢莲雾佢好落发莲雾反过来嘛。其实我哋讲嘅普通话讲国语讲莲雾啊，而系最好落发来转过来呢。嗯、所以我讲啲语言嘅创造，包括我哋客家人作为神父，包括我哋客家人作为活嘅，我哋客家人识的东西比较过实在啦。这个也得，唔咩讲有个好嘅个唔好，唔咩安尼，喺一个文化嘅加出都睇下安尼。同时，喺文化嘅体现啦，吼，都听我哋咧生活地步。佮从我哋咧建筑地步，譬如讲我哋头先已经有分别做，哎，用我哋闽南建筑，用我哋客家建筑。客家建筑地步，我哋文化表现咧点来？我哋嘅个，譬如讲讲个简单性来讲，吼，我哋客家人系得佛房，啊，河南人系得讲。公媽天啊，嗬，嗰啲冇重用啊。其實嗬，我哋客家人嘅建築民居啊，都三間屋個三間啊，真成三間。你房屋冇出三間，慢慢地真成加啊，左邊呢房屋，再加右邊嘅房屋都三合間啊。好容易呢一個三間屋嘅嗬，而家啲門啊，可以睇一個祖堂地位啦，一百祖堂嘅一批啊。也我哋讲一讲，我哋客家人的观念咩？神明提落拜啊，啊，出家祖先在祖堂，然后啊，喺啲出家木度嘅，啊，出家碌下叫佢头上咧，哦，猪嘅啦、牛嘅啦、鸡鸭啦，管咧提佢男嘅地拜啊，诶，啲鸡子地拜啊，或者猪栏地拜啊，呢，啊，好容易本身嘅祖堂又开门啦。所以祖堂开的门，变得不提地碑，有人客提料，提食饭，或者客家人食饭，变得提个龙的虾呢。所以客家人呢，我哋平常喺啲货房都冇个过水啊。所以嘅，我哋讲嘅万物同精神合作强下，他人合作强下，会产生一啲我哋讲嘅龙的虾，可能冇个龙的虾。啊，我哋客家人讲嘅，讲一讲祖堂来讲。我哋呢拜嘅天公啊，喺度和堂嘅中祖先最老辈呢，好多人咧就挂喺啲门嘅灯行啦，讲天公炉啊，我哋喺度嘅和堂嘅最老辈啦。客家人咧和嘅铁胎铁树啊，又还有嘅土地良神啊，好多人嘛冇嘅祖堂来拜嘅土地良神。但是也没有对我的地位来拜我的地基主啊，地基主啊。其实我的客家人拜的土地良神就等于好多人的地基主，而是我的一个土地最早的祖先，我的请感谢伊留一个土地，希望伊接到良神，土地的良神帮我的庇佑我的六家每个人，所以都无穷用啊。譬如讲，全世界在客家人有个花台啊。好多人冇花台啊，好多人要靠山，后面就一座山要筑堂后面嘛。我哋客家人咧嘅建筑嗰台后面做一啲花台咧，润滑胎气呢，一啲人一啲六家人，我有嘅生气啊，我哋讲有生气生生不息之气啦。啊，生生不息来源在哪里呢？来源在哪里呢？因为一个宇宙，冇得讲地球啊，有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啊。把这个五种元素哈来表一条银行，所以这个银哈，哎呦，水木上火，火上土，土上金，金上水嘛，六行人全部都得到啊。所以我哋呢老祖先青葱是风水，提一个祖堂嘅后面会有花台，所以六行人唔缺少物嘅会补足本。所以我哋客家人喺啲嘅布房哈，祖堂木同我哋。佢好多年都冇重用啊！
观众朋友，头头我等的整高书，给你推发地方，都帮我等以前对我等的客家建筑的一啲想法，全部说明得更清楚。下到节目，我等整高书为过多不精彩的东西，不同人讲哦。休息下，我等马上过来。翻过来，福起来耶！上一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内部的郑先生、郑教授同我哋讲诶，我哋咧客家传统建筑地方一啲最重要嘅特色。好，一部分嘅话想请问一下我哋咧郑教授，因为听我哋咧客家建筑地方有啲最特别嘅东西，我哋咧灯笼，好，灯笼让我哋挂灯咧。好，其实我哋从头我讲，诶，好多灯笼啊，包括大部分都系客家建筑嘅，好，都唔系我哋好容易嘅建筑嘅。可是，灯笼嘅一啲意义系点嚟？其实好容易呢，祖堂也有灯亮啦。但是这灯亮唔可以出灯啊！出灯的意思系讲，所以我哋许多人嘅建筑，一看到咧，也好容易咧，客家人咧，好容易唔系出，而且讲出是一种凶啦。啊，我哋一出，意思都系个灯亮，一条嘅隔壁房间，一凸出去啊，差唔多六合会出嘅装灯，安尼意思啦。啊，主持人讲嘅，有个客家人嘅风俗，当然。客家人结婚请人归来呀，有个新娘带来的个娘家的灯，哎，阿桥那来挂上去啦，有个比较特殊啦。当然讲到我哋客家的播放，譬如讲祖公牌，同后来完全冇同样。我哋客家人的祖公牌，四批啊，左朝右暮，一朵是一朵是分得清清楚，就也冇同样。啊，客家人的祖牌，清楚要有如人两杂事呢。一种就是当然去讲个本田上台梅州地方蒙古人的故事啦，吼、所以主公派我哋呢，大概七家呗、六家呗、阿弥太人啊，双主派都加如来了，吼、当然我哋呢，大概木床哦，文青都冇讲啊。譬如讲，我哋客家建筑祖堂地碑有东堆呢，好多年前就看到，但是我哋东堆在民间哦流行，这东堆有啥咩？问题提的，我的祖先对哪里来？我一生人要做马的，我希望我的后代要做马的，所以我的对那个六堆的佛房建筑的东堆啊，可以研究出来我的客家人的生命的最核心的价值在哪里？这个祖堂哦，挺有意思的呢。嘿，等于讲，我哋东堆地碑真系如向我哋的祖先，好，对我哋系对那老嘅，好，同我哋子孙嚟讲，同时嘛，把另外一墩，好，另外一东堆另外一摊，哈，把喺期望讲，系等于讲我哋对我哋的子孙的一啲期许啦，哈，希望讲我哋子孙变成领养嘅人。但是头通我哋呢，郑教授有讲到讲，譬如讲我哋的天公路，好，喺摆喺天外面嘛，好，唔想。好多人把它雕提起片，也很美同我等的客家人对三家的一个观念有关系咯。一个将是做一件物个，而有一个个 idea 我的观念嘛，一个观念我等讲，我等客家传统建筑个观念是嘛个？第一个人的身体的观念，人的身体个精神啊，都个真这个。祖堂屋的精神啊，哈，左神树都左偏的房屋，右神树都右偏的房屋，也可以人的身体也观念。啊，我们做屋的一天前阳后阴嘛，所以前面可以个发育虫的，后面就当通风的毛虫的，前阳后阴人生的观念。天也三界观啊，我们黑的屋的地方有人有神有鬼，哎。客家称呼的和谐共处啊，也就是十家观的观念。所以你看，我们老辈会拜天公，地辈有祖先，也可以归来提这个祖先提安息啊。比如讲祖堂嘛，个神圣的空间，人都黑得提不个地辈嘛，所以和谐共处。第三个风水的观念呢，风水哈，喺我们客家建筑个重视，头风水逆木藏。
三爱一点，四爱行山啦，五爱读书啊。所以个风水个观念，听讲伊个花台木上火，火上土，土上金，金上水，因为有个五行个观念嘛。因为中国古代个一代风水个祖师爷杨公先师啊，因为我哋客家人老祖先嘛。办到江西的参加也个江西派的风水，一种风水影响到我们客家人的建筑、清晨啦，啊风水的观念，当然风生水都通嘛，一个好的环境。第四个个理发的观念，理发的观念，哎呦人同人，哎呦皮肤呐，所以左边的那个准呢，右边那个背嘛，左准右背这种观念。啊，太阳晒很耐的，新人又很耐的，有个粉啦，唔好讲碌卡磨胎磨色啊，你啊，差不多有啲辈分伦理的观念啦，也系建筑嘅审美观，啊，一个观念，啊，一个礼法观念，嘅人生风水等等嘅观念，建筑嘅观念。即系我哋咧教书人一十年后，我都发现啦，讲诶，原来一条观音唔单止喺艺定平常会看到嘅嗰种听人上要求嘅事情吓，对于讲，比如讲对于有准备的观念啦、但是冇想到听下啲建筑地方，其实也是体现了、这样子一个观念的一个展现。但是我一边我想到讲，因为头先有讲到嘅，其实艺定客家人对艺定咧诶天地人吓、一部分神家一啲想法，佢同时艺定嘛，地讲艺定常常我讲嘅啦，艺定其实。拜的神其实个原始哈，拜个原始的天，好拜个原始的地。佮种个人从头会看到个山神骨嘛，好以前同我讲系黑人的没有，但是其实今日地个其实好多人黑人同时有拜啊啲山神骨嘛。佮一部分咯，听我哋六堆来讲嘅话，山神骨我听我哋六堆有冇个特别的意思嘛？民俗学界哈，因为好多人拜王爷、妈祖个多啦。我記得講喺咁多八公以外啊，我哋客家人拜三山國王同佢嘅老先生啊，老先生都神龍大帝哦，比較多啦。一般人咪講，三山國王好多人咪拜，我講啊，因為客家人，因為三山國王嘅祖廟係江東嘅傑斯啦，名山金山獨山嘛，係客家人嘅守護神啦。喺台灣有三山國王嘅廟都有客家人啦。但是因为客家人可能离开的，无都本好多人变成讲好多话的，都变成凡三山国王在拜嘛。所以，譬如讲我哋屏东人有一堆三山国王请古老的庙，伊讲迄昌盛宫有铺下有九位铺下，许多屏东人咧九块屋啊开垦，所以人讲就九块屋嘛，人家讲九义乡啊留下一堆三山国王庙。但是三山国王庙我们看一下。都地嘅建筑嘅色彩完全客家人嘅朴实啊！而对比要拜汉文宫呢，阿爹嘅嗬，所以嘅好多人会讲，家客家人内现咯，你简单嘛，童话呀，我都离开呀，本来客家人拜啦。当然好多人要拜神嘛，佢咁样民俗嘅互通啊，客家人拜，客家人借个嘢嘅庙留下来，当然要继续拜啊。譬如讲台北新庄嘅。广福宫，也是人家国家的古迹呢。因为外地的客家人同汉人人来到新庄的新北市的新庄的开发，客家人做三山国王庙，汉人做也妈祖庙嘛。但是因为汉人人进来更多，客家人少数的嘛，不得不一定都在去开垦，突然新竹庙里是客家人去开垦的呢，因为这。丘陵地啊，又少又少啊，该困难开发，早期去客家人先去开发，本来提个大汉溪隔壁个新北市的新庄诶，提带，啊一定好多人都会都再向南开发土壤啊，新竹个庙里，一定留起啊个广福宫个三山国王庙，好多人接受因为拜啊，而最当初好多人唔提啊个三山国王庙系嘛个。就面对一百六批关公，我都装逼啊！就红脸、白脸、黑脸嘛，啊，继续摆下去啦。因为我们对历史的一种安尼看法，所以请简单讲，依然有没有什么关于我们的东山乡啊？前台呢，东山乡本来有没有摆客家人啊？所以人家嘛嘅，我哋讲嘅
你发现的眼妆有些困，伊都承认一个爱客家人啊，爱来自于福建的漳州啊，伊实际安尼讲啊，所以伊个东山人啊，东山个什么话冇去去睇呢？人家全部好多人咪向向拜啊，民俗个东西本来都互通有无啦。譬如讲客家人冇拜王爷呢，但是慢慢的王爷咪有咩出现呢？客家人呢村庄有咩有为啊？民俗就安尼一代又一代安尼传下去啦。其实听讲的客家文化底部，同爱的呢信仰底部，其实嘛还有几多几密切的一啲接触的一啲部分。咁、一部分的话，从阿的头头讲到讲阿的呢，什么国王嘛哈，等阿妈祖嘛哈。其实有的问题都讲，祖妈跟阿的女仆人会特别会拜妈祖，因为妈祖的信仰哈、譬如来讲安尼啦。台中太埔的张达金，来开发的台中的客家庄。张达金因为以土的家的一姑娘啊，是平埔族叫做八寨族的土母啦。啊，个乾隆皇帝吼，伊就讲，听讲台湾有原住民呢，挨无看过原住民呢，伊带的台湾的原住民本来看看无安呢，啊，所以都台湾的个。壮观啊！都讲，家都潜到一地了，潜到慢呢，潜到张大金呢，闯人路了，岳父啊，也岳父老的啊，都问下个祈求的啊，啊又也祈求的又讲啊语言不通啊，都问下个西郎啊，都问到张大金带下祈求的去北京看下个乾隆皇帝啊，看到乾隆皇帝他必须骑马呢。结果一天骑马变朝廷的人民一天就买过强，所以哈、都不以轻夺将军嘛。也就过去在北京的客栈在家里阿母，偷压个乾隆皇帝在问人朋友们讲，天爷唔敢样，在那避藏，天爷又在避藏。结果又一天得奖，所以本来金银财宝轻夺啊，所以张大金就带着压个祈求的贵多个福建那个湄洲啊。去抢下个湄洲的妈祖娘到台湾来拜啊！同样，我哋客家人认为，个妈祖系航海之神啊！我哋咧祖先一经过台湾海峡、关门峡嘛，伊就咩那个佢个航海啊、保佑嘅神明，个妈祖当个妈祖信仰都来。所以客家人同样因为拜妈祖啊。听讲到张大金佢有意思呢，所以张大金嘅牛仆啊。我哋讲木梯啊，不是一身面间房梯两次呢，一身人间房梯间两次，咁冇简单呢。而且木梯哦，一朵家呀，一朵姑娘六个啦，因为佮当时人出名啊，讲公主嫁俾伊，啊公主嘅婢女啊，奴婢啊，婢女啊，一空全部嫁俾呢，所以佢加上廿件事情客家街哦。也低，就讲雍正年间咧状态紧啊，对人家讲，也个台中的客家人，所以人讲咧客家话叫打埔腔啊，伊个广东台埔人啊。他下头呢，高叔也一吞发的，俾我都发现那个哦，真的是高叔，真是稳唔会忘哦。提讲一件事情，马上都先同讲一位我哋台中的事情，然后如果讲到讲，我哋中华嘅我哋屏东嘅行业会拜我哋的妈祖，休息下哦，等下我哋买个多国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气来！今日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内埔的郑先生、郑教授来到我们现场，同我们讲客家建筑底部一个特别的一个特色。我想请问一下我哋教授，因为头先我哋节目一开始的时间，我哋又有讲到讲，2022年的时间哈，你就已经出了两本书，哈，头先我哋呢，行托六对客家传统建筑，好，同时嘛，有一本个特别呢。好，《论语经世》哈，《论语经世》当初那么想到，出的一本安提派的一本书呢？因为在旧年的哈，我们工人完成了一个内埔乡志嘛，啊，出的个内埔乡志同内埔田野里行，你下作业一定参考千多条白书嘛。
铁青岛 QA 书大概笔记里边看到一本《论语经世》了，是21年前写的，一直没出版。那几行部我都从头到尾都没再看，更看更喜欢，更看更是，我感觉到已经过了20年的时光。头摆时间摆可以写出安尼东西，真的用普通话讲喜极而泣啊！面对清香宫一本书那出版，本他感人哈，尤其本的好高高书的一个欣赏来看，爱头摆用来讲《论语》啦。俺用的来诠释一个《论语》，所以用更加的这个神秘的态度来看《论语》，这个《论语》更加用来解释伊安尼意思。因为我想讲，《论语》一件事情，哈，《论语》一件事情，其实对过多以前考过联考人来讲，我讲都是以前啊，等于梦魇呐。因为要背嘛，哈，然后考试时会考，然后写文章是最后上进去哈。但是我今日看了一本书，我就发现到讲，可能是天啊，没得考试压力的哈。天意都想偷偷心想讲，21年前写的，但是更加用更加的方法来解释伊个事情，你发现到讲，唔单止讲喺孔子的话，喺我哋几千年前的事情，但是现在21年前写的，都更加来看的话，其实对更加的一啲我哋讲生活环境来讲，同21年前已经冇同样嘅，但是更加讲好了，底部嘅道理，完全可以听得到。譬如话影响过层面讲，我哋从头我开嘛，我是有耳熟能详，对，你比你讲个几发讲，也系一点个都对拢我的心智的一个发展史。那个黑内吼，我的以前能破坏是，唔提供其实真的，比如讲个黑内人的一种生理的转变，好，其实多年纪的时间，那真的如哦如讲心思嘛个问题呢，哈，嘛个如冇像年轻时安会做个，从身上都想到讲因为以前的一种老的古老的想法，哈，一些道理，用更加的一些我能够现代的理论呐、来去解释这些事情。孔子72岁就亡神了，要亡神之前就讲一句话，我15岁啊，就立志要读书了，哈。那每个人家也超过70岁，在非常头白有一样，15岁立志读书啊。更加年哦，应该在初三到高中1年前啦，就奠定了他的志向啊。你看，虽然看我哋读高中，高一读起来都高二都分分组立足，发现自己兴趣嘅嘛，坚定自己读书嘅立志嘛。30而立啦，都30岁，人讲成家立业。其实孔子意思讲，都30岁，我已经学习好嘅啦，因为我立志读书，经过。又在15年了，都30岁呀！啊，都嘿呀，人家也没穷养，你太好变样，哪里得开始呢？一次啊，比如讲人家突然研究所都多30岁呀！啊，当然如果你没得好好读书，以及个啥地方，在啥地方学习，在啥地方工作，因为一种读书呢，我们啥地方太好呢，都30岁，也真是都学习到的。不过你做嘛个，也个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熟的呀，成熟了，熟的了哈。都40岁都不惑呢，因为经过过多的人生的经验，都40岁哈都无乜个疑惑的，乜个都渐渐事事都了解的。所以头百年哈，虽然呀，而40岁那个留胡子呢，这个40岁那个，所以头百年讲40岁那个有号，一点20岁字嘛，40岁那个号。40岁都冇疑惑，50岁都抵押上天而帮来买嘅，而帮来做买嘅，知天命啊！50岁呢，所以人家人到50岁一抵押来，而用来奉献睇下个沙飞，而做买嘅国泰嘅事业都50岁呢，60岁吼都买嘅都抵嘅都义工堂多买嘅都抵嘅60而耳顺啦，70岁也都从心所欲都不逾矩，而做买嘅都唔怕都去做。唔可以跌十年嘅，唔可以讲超过规范。你看孔子讲有个晚年讲有啲话，即系我头摆睇学校受嘅教育、教育心理学、个体成长嘅背景，同样嘅嘛，一啲人生都啱嘅。所以人生都经过经验，慢慢嘅能啲哦，人系啱嘅。从头再来看孔子也讲嘅有啲话，感觉都相当有意思。
控制讲我哋读书啊，按样嘅来做，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系啲控制讲，诶，读书嘅方法，自学的方法呢，而学学嘅而想，你冇想哦，都变咧，我哋讲嘅死读书啊。你将每一点一想，又冇一学，为佢门险咧，你面读嘅哦，可能为。旁门左道啊，所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的学同想而同时并进的。而喺面到德国啊，十九世纪有一啲一个哲学家啦，一个哲学家对西方的文明科技相当有影响力呢。十八世纪末的或十九世纪初，西方的科技发展呢，受到康德哲学影响。康德也说，人生一定要追求真实的知识，真实的知识让我来，而感性加悟性，感性就说要去学习了，而感性呢，悟性就说要去想啊，你没去想就没办法。康德说他的故事来说，我们读书要像个蜜蜂啊，蜂一样，要去采花蜜，采花蜜是一种学习，而经过一个酝酿、消化、吸收，才能够吐出蜂蜜。蜂蜜对人能有用的嘛？所以我们去做一个学习知识，而求得真实的知识呢？无真实的知识，对自家无好，对一个沙皮也无好嘛。你对控制竟然去完成2500公斤的呢？康德来讲，也十八世纪后期的呢，查案多人看，都人讲我们21世纪的呢，也可以发展成医师呢。没错，因为。最近嗰度有人讲，其实我哋更加人吼，大部分咧沉迷在网络上嘛。容易咪讲，我明年明明就看嗰度网络上嘅文章，吼、是不是等于学了很多？有心理学家咧讲，冇、我哋看网络上嘅文章，佢大部分都看，冇去整理，冇去思考。就像头先我哋老师讲嘅，学而不思则罔。等于讲一种东西，看看过瘾以后都记唔得咧，冇去整理嗰位知识。等于都冇，好，嗰种讲，我哋今日我话你讲，我哋嗰种名义路睇名路上看到几多东西，我哋是不是同等于我哋学嘅几多东西？冇，但是你讲2500年的那孔子都已经讲，学而不思则罔，系啊。所以就是你讲嘅清楚啊，讲我哋一定要思考嘛。台湾太后嘅钟啊，副钟啊，敲21响，不要三，不要敲。三一年有24小时，傅斯年讲要30小时留本，他家己好好思考的啊，要思想啦。所以孔子嘅头摆讲嘅话吼，对人家影响深深。我真喜欢孔子有讲嘅地方呢。孔子说：无义无弊无故无我，无弊莫去臆测啦，唔了解怎么来推测，咁样，而实际去验证过，能可以。你看我哋人同人之间，嗰条臆测猜测。这种猜测、很危险呢，所以不要臆测，无意无必莫武断啊，该武断不客观，主观不对呢，所以不要无意无必无故莫孤枕啊，不知变通，你不能够不要去听别人的嘛，因为自己都错啊，你不要固执哦，无我啊，莫痴死，自私自利，像个闷气家的。你看孔子头摆2500年前讲过，无义无弊无故无我。你看17世纪严格的哲学家，一个有名啦，一讲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啊，一讲安尼，人吼、不要有阴影呢，人吼唔可以安尼看唔到样的呀。所以培根讲人看唔到样的种族的啦，种族的阴影，种族的一个爱客家人，爱如果爱客家人的体操，太危险了。爱是华人，爱华人的错，西方人的不错，种族的阴影是不可以的哦。历史的阴影，历史啊，挑白人讲我的错，更加人讲我的不错，那也不对呢。哦，不要有历史的阴影，没有市场的阴影，市场啊，在企业市场来讲呢，人云亦云啊，别人按你讲，当然都按你讲嘛，那个也不对呢。啊，你也不要有剧场的阴影哦，剧场就讲权威啊。前面人士讲的就对，不是前面人士讲的不对，这个是培根讲的，英国的哲学家，经验主义的一个哲学家，所以我们不
主观而客观啦。啊，你看事情能看得清楚，两千五百公元前，孔子都讲安尼话呢。你看英国那个培根也安尼讲，所以《论语》真是一本书吼，讲清楚安尼。爱讲啊，一本书爱讲人啦吼，特别搞特好个教授嘛，都讲安尼对孔子个话来文言文翻做白话文都好诶。其实伊讲个话底背物个意思，甚至后来你有人生经验以后，又脱离西洋哲学史啊，西方的思想，让我融会贯通。我因为也是清楚了，我讲人因为啦，我过去提学个教《论语》、教孔子讲个话，我喺内教，所以我学生个吼，伊要听西方呢，就是什么，哎，这个安尼东西，特别孔子讲个话，我就。通知到佢嗰種人哋唔明白嘅嘢，係啊，唔知啦。但是你見過人哋用人家嘅想法去詮釋它，你啲發到先有道理。係啊，因為上頭種時陣，你講哦，我都馬上都想到講，我哋明日就打開嘅報紙啦，看電視啦，你看到嗰度我哋真正要在吵來吵去。嗯。叫做乜嘅呀？我在預測別人在講什麼。好，你在團嘅工作乜嘅呀？我都睇唔先團到，都開始就下定論嘛。然後我都想即個啲創辦，我喺某個黨嘅，我喺某個派嘅人物，我都講某個方，我都彼此啊。頭都時常講下，我都發現講。你都唔明我哋民意嚟看啲新聞嚇。啊，不講嘅台面上嘅人講，我哋從就劇場啊。係啊，冇錯啊，嗰時看翻來講，我哋兩千五百年前孔子講嘅話，應該還是可以受用嘅。有樣，大家好好嚟學習《論語》嚇，對我哋人生真有幫助啊。可以見到即冇觀眾朋友嘅分享到講，唔單止講起我哋嘅客家建築，同時我哋嘅《論語》嚟講嘅話，對我哋整教書嚟講，亦都可以用一啲幾親民，還是幾簡單嘅方法去幫我哋啲。因为各位感谢我们的整个书人现场同分享安度一两本书的故事，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观众和朋友，感谢安知识，休息一下哦，大家听我们现场来去看运动哦。我跟福气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们的面书清赞，还有到我们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哦。